大聲。大家好，我叫楊佳欣。首先，方先生。我係一個小警察。有一次咧，我就見到一個阿婆衝紅燈喎，咁咧我就話：阿婆哥哥，好有氣啊！咁咧，佢係完全聽唔到嘢喎，都係衝過，跟住我即刻衝過去拉住佢啦，就阻止咗一個交通意外嘅發生。咁咧，呢個時候有一個穿住好嬲餸嘅中年婦人就行過嚟，就話啦：多謝你啊！变声，扮阿婆声，啊，扮阿婆声，多谢你啊，啊，诶，多谢你啊，多谢，多谢你啊，我阿婆眼又唔知又谂，系，我以后都会好好照顾佢噶啦，咁以后讲完咧，佢就走咗，佢就走咗啦，我好中意做小警察。因為我可以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，我要演說完畢，多謝。好啊。OK，Annie 想講第二次，望人講嘢，知道冇？哦。係，好 ，Hanson 做得好好啊。到 Hanson。嗯。Hanson 之後就到張浩聰，浩聰之後咧，寫完未你？寫完之後念五次啦，去先去 D 房。啊，老師，我先。A B C D 多。然之後到你家鄉，係啊，好，Hanson，準呢個鼻，哎呀，未識。